Hello， 各位好，我哋又翻到嚟特别篇位。今次劇情咧就讲到要去月见山望望呢一个希霸，亦即系咧应该系四天王嘅格斗四天王啦，系啦，格斗四天王。咁依家就要揾佢，但系喺边度咧？月见山系咪呢度啊？真系要咁样慢慢下去。EM22，啊，屌你喺度噶，阿古拉多，哇，搞咩古拉多你喺度？150咧？唉，我哋唔好理佢啦，我都好少捉神兽。诶、欸，我唔系话你啲19咧都想同我打，太天真啦噃。月见山山顶喺边度？啲蘑菇蟹冇咗个头。啊，应该系男女嗰个分别啦。山顶喺边度啊？神奇糖果有啲咁嘅地方，我仲未行。呢边咧？古蟹校服呢条路，你可以通过用个人电脑联系呢个大木博士嚟评估你嘅图鉴，系啊 check 你嘅功课，叫大木博士。呢度就系去翻呢、這个系之前火箭兵条路啊嘛，我记得山顶喺边啊。好啦，咁我咧睇咗一睇一啲攻略咧，咁应该就喺向呢个方向行就会见到噶，系嘛？到地鼠山洞系咪呢度啊？我见人系喺呢个位置有得打噶，又话喺月见山同我打，大佬，你约错位喎呢度喎。嗯？咩噶？哇！呢啲特技嚟噶呢啲，哇哇！咁啊，岩神柱喺度突然之间。又150 level 喎，其实依家啲 level 真系开始未必够打喎，我都系咪呢度啊？系咪呢度啊？希巴，诶、欸、呢个，我一直都等紧你啊！你就系希巴啊！我接受你嘅挑战，但我哋嚟场有趣嘅比赛，有趣？我谂你搞错啦！哇哇，250咧，点打我老兄？大岩蛇。点打咁样我黐线啊！沙尘暴，转月桂叶，冰晶尘，哇好难打咁样，黐线，边有可能打到啊？乜仲快过我添只大岩蛇？点搞啊？我266，我266速我都要死噶，黐线点打咁呢只？尖弓冇咯，啱唔啱？哇！如果只大力蛙有100咧，都应该打得赢嘅，但系冇啊，咁点打？哇！佢系一定要我打赢喺度，唔会啊嘛？哇！好难打喎，咁样有啲难打喎，去翻个 safe 度先，会唔会太难打呢个希巴？哎呀，我哋尝试一下用我现有嘅精灵塔打唔打得赢啦？有机会嘅，应该都我谂，可能只蛋蛋要高咧少少，速度高少少先啦。其他连呢啲都快得过我啦，200几速，但系都好合理，因为佢正常100咧，应该都有差不多200速度。有冇神奇糖果？16粒，一次过俾晒佢食先，系咁怼俾只蛋先。好，而家几多啊？353啊，353试下够唔够快？诶、欸，变咗烦恼种子点解？唉，使咗招技应该系嘛？我哋唔可以俾佢使咗招技啊！啊，好都得。好、啊、再升多一次，依家系353速度，然之后系催眠粉啦，第一招系好，我哋试下啦，都系唔够快喎，咁未必打得赢，我觉得。好，根据我再上网睇一个攻略咧，其实呢只 game 好似系已经完结咗嘅，系啦，据我嘅观察，应该系已经完结咗啊，或者系应该有啲支线剧情可以玩咯，但系真系打唔赢咯啲我。我真系打唔赢，可能真系要捉啲神兽嚟顶一顶啊！如果唔系，我有排练啊。既然系咁，我哋试下捉只，我哋不如捉只古拉多啦。既然系咁，
呢度啊嘛，系嘛？古拉多好似系，但系古拉多喺度，我哋捉只古拉多啦。既然系咁，古拉多就冇啦，一定要带丝球啊，费事麻烦。诶，搞咩啊？哇，系好劲喎，真系四百几攻喎、啊。我都唔太清楚呢啲神兽应该系咩数值，应该系攻击向啦，系嘛？应该系物攻啦，系嘛？加防减速，俾咗好少少嘅你得唔得？加攻减突防，五百攻喎，黐线！哇 ，S 攻击、啊，其实用得过 S 攻击，再 check 埋佢嗰个嘅咩先 ？check 埋佢嗰个嘅能力值先，手表啊嘛。哇，劲喎黐线！你双 V 1 U 喎，劲抽啊呢只，虽然个性格有啲问题，但可以用得过啦，我觉得。OK， 跟住我哋翻去揾嗰个咩，嗰乜鬼嘢话？希巴啊，好。古拉多，跟住有咩可以俾佢带？带砖头啊，砖外头巾有冇啊？我唔系有个砖外头巾嘅咩？我啊，砖外头带 ，OK， 即刻去试下呢一个古拉多嘅实力去到边度啦？诶，咩嚟噶？哦，精灵联盟喺度，系我射影高原，我要去嘅系，咦？唔系呢度喎，呢度咩地方嚟噶？上半啊，唔系，我要去尼比士啊，尼比士。尼比士嘅左手边就可以去到呢度啦，咁而呢一度咧就系、是，其实可以捉埋另一只神柱，要借助神兽嘅力量啦，太劲啦，佢实在打唔赢。好，我哋去 save 一下先，嚟啦，我哋试一试啊，150咧嘅古拉多赢命到佢咧，地裂就一定唔得啊，因为佢高咧过我哋好多，我哋用大智招，哇！佢一发打我得翻四血，老兄过分咗啊！咦，咁讲法其实佢系咪应该系特攻向噶？哇，佢咁多招都特攻嘅佢，但唔系佢物攻高好多、啊，可能要帮佢配技啊 ？OK， 我哋帮佢配埋技先。地震系嘛？26，唔要地裂啦、啊，大佬。跟住仲有啲咩技开我啊？日光速，日光速唔使啦。蒸汽弹大爆炸，我识大爆炸喎，劲喎！可唔可以系咁炸炸死佢哋咧？试下都好，唔要日光速。跟住仲有啲咩可以用啊？岩石炮冇咯。佢仲可以识啲咩技？精神强念，好用住咁多先啦吓，睇下打唔打赢啦。550攻击，跟住就一招地震，一招大爆炸。如果真系唔得，我哋就用复活流同佢打啦。呢个一嚟试下我地震先。哇，高攻，几好啊，几好，唔错。哇，一招反击，一招起死回生打死咗。哎 ，OK OK， 有机会啊！之后我哋用嘅系月桂叶，帮只咩回晒血先？全满药，该古拉多回满血先，出嚟啦！呢度大岩蛇就应该系防御高啦，但系就特攻特防低，我用大地之翼，哦咁少啊！地震呢？啊系，因为用咗头带。换一换咯咁样，跟住换做古拉多地震。哇，唔系啊，佢快过我，竟然大岩蛇都快过我，犀利！我唔得，扣得好少，因为有太阳嘅影响底下。不过其实都几够劲嘅咧，我自己觉得都还可以。好，咁头先咧我就试咗一试，改咗一改自己嘅技能嘅。咁依家咧就试下可唔可以打得赢啦？就系用咩嘅战术呢？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 cat 毒流，冇错。
我哋首先咧会将呢个剧毒咧俾呢个皮皮超，唔要招摇尾巴。咁之后咧，我哋可以尝试一下打啦，系啦，透过不断缓冲去打赢佢。呢度咧一嚟即刻用剧毒，咁大岩石中咗嘅。呢、這个时候咧，我哋就要直接走啦，因为好危险。转月桂叶，好转月桂叶之后咧，我哋就用再换翻皮皮超。系啦，佢就会用尖石攻击嘅。咁因为咧呢个皮皮超只系会受到地面系伤害，所以咧就冇事嘅。呢度就再换呢只，啊佢就会潜地。呢度就冇办法啦，要死啦呢、這个月桂叶。咁我由佢啦，好由佢死之后，我哋就换只啊大力蛙，跟住再换皮皮超，应该就冇事嘅。系啦 ，OK OK， 又大岩蛇。谂下先，大岩蛇啊，大岩蛇，我哋换只固拉多先，跟住我哋用地震试一试个实力如何 ？OK 嘅，都 OK 啊，再地震，诶、欸、，OK OK， 掂啦，好，仲有大岩蛇，咁继续，我哋继续用固拉多得，哇，咩事啊佢啱啱？寫身撞，哇！黐線，痛到不得了，大岩蛇。好，呢、這个时候佢就用一隻嘅飞腿狼沙古拉啊嘛，咁我哋用皮皮超再劇毒。系啦，佢而家应该冇晒地面技，我哋可以咧尽情咁喺度鱼肉佢啊。好，搞掂，下隻怪力再跌劇毒，冇事冇事，鬼面啫，啊冇事嘅。跟住再用草成剑啊，冇地面技啊，非常好，咁啊赢啦，我可以。剧毒流咧都系一个好犀利嘅一个嘅战术，呢度再用剧毒，玩完啦你，寒川，再见啦，呢、這、一个比华拉，再见啦，搞掂，成功击败呢个希巴啦。好，我哋睇下呢一个支线剧情如何啦，四天王希巴，25,000蚊得咁少，起码25,000啦，系嘛？哇，佢太强啦！啊啊！皮卡，感谢试玩精灵嘅咩啊？呢、這个 Pokemon 嘅赤之篇章咩续集剑啊？跟住赤蓝绿黄篇章，咦？呢度已经结束噶啦，系嘛？啊！据我所知，呢度应该就系成个支线嘅流程啦，吓、啊、俾人推咗落山之后咧，就会系特别偏 yellow 啦、啊、，yellow 嘅篇章啦。咁、啊、我哋成功打赢咗呢个希巴，但系亦都有其他嘅四天王喺度咧，咁啊将我哋将阿 Red 咧推咗落悬崖。咁之后咧，比加超咧亦都比加超就冇事嘅，系啦。咁啊剧透少少啦，比加超咧就后屘就俾一个叫小王。即系 yellow 嘅人收养咗啦，咁接下来剧情咧就应该系连接住 yellow 嗰个剧情嘅。依家呢一个 game 嘅话，咁但系咪要转另一个嘅 game 咧？我都唔太清楚啊。好，咁今集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